你好，欢迎收看3月26号的《管理侠新闻》，我是陈慧玲。今年度新北市政府劳工局盲用电脑医化能力课程开始招生，劳工局表示，电脑应用技能已经是就业的基本装备。视障朋友也和明眼人一样，有多元职种发展的可能性。劳工局表示，课程从现在开始报名到招生额满为止。市府劳工局表示，电脑应用技能已经是就业的基本装备，视障朋友也与明眼人一样有多元职种发展的可能性，即便是视障按摩师也需要透过文书处理来达到店面管理或账务规划的应用，以及透过网际网络了解新的知识与经营客户关系。今年持续在办理我们视障的这个医化的电脑班，那其实这个我们都知道，视障朋友他不是只有能做按摩，其实他可以做的有很多的行业。那目前其实电脑是一个必备的哈，在职场必备的一个工具哈，所以我们特别办理这样一个视障医化的一个电脑班，针对我们视障朋友他们一对一的哈个别化的一个规划课程。劳工局表示，在一般职场上常见的专业分工与职务轮调，也考验着视障朋友学习新技能与适应新任务的能力。善加运用电脑与科技，将可以大幅缩短明盲之间的差距，提升自己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电脑课程的一个提升，其实是对我们视障朋友在职场上更顺畅，而且提升竞争力。那我们也欢迎我们视障朋友想参与这个想工作或是已经在职场上需要提升电脑的部分，也可以参与我们这个电脑医化课程的一个规划来上课。劳工局欢迎转职有需要的视障朋友们一同迈进电脑悠游职场，打开新世界，即日起开始报名到招生额满为止。谢凤强市府长报道。